我去帮他买 breaking 的药，那个不是药，药票，药票，我帮他买了药，他病了那什么药？票，吃的会跳舞，我讲错了，你给我笑，你各位不要笑成这个样子，这位太太，不是我想知道 breaking 的药会有什么作用吗？票，你现在滔滔不绝的时候，你女儿有没有就是恍神说好白？不小心陷入牙齿里面，陷入三 D 的迷幻牙齿。以后听那个剪骨的时候，一定是说什么的牙齿，什么的牙齿。设置一个和谐的环境，能不能好好讲？剪什么骨？谁先剪谁不知道哦。你诅咒女儿？剪，然后我们福禄寿有可能会有人先走，也不一定啊。因为我觉得我是说你那个牙齿很好认，女儿会很好认的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我女儿有时候还不如你们。所以女儿是完全就是宠就对了，只能宠啦。我跟你说，坦白说，真的，哎，谁家的男儿是不天宠女儿的？哪一个不宠？你小时候也不是被宠了不行了？没有，我都被我妈狂殴哎。会动，爸爸不会，爸爸不会，爸爸不会。我到现在没有碰过我女儿，弹我耳朵。对呀、啊，我从头到现在没有动过我女儿，就是我太太会那个，她会打屁股啊，或者什么之类。她，你看到你太太打她屁股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制止？会心疼。我几乎可能有时候几乎都是白脸，很少黑脸。黑脸是因为把妈妈气到眼睛受不了。你明明就是黑脸啊！我跟你在笑，你只是白牙。